慢慢，都别。他不说话耶。华金，冷静好了吗？冷静好了就说话吧。他手机麦，你们吱个声也行。他手机上的呀。吱个声也行。你就说大家好。对。我回来。你没有被盗号吧？你是不是被盗号了？没有，让他舒缓一下情绪，我觉得。也有可能业务不熟练。可能是。他开麦说重考，你们谁敢看？你是不是忘开麦了？可能是五年没有用手机了。哎，开麦了，开麦了。开麦了，开麦了，开麦了！安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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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静。第一句话录个音啊！真的对不起大家。别呀！哎呀！别哭啊！别！欢迎！别打岔！别打岔！先让他一口气说完！别打岔！我让他一口气说完，不要打岔！谢谢。我。我觉得我太没用了，我一直不敢回来，就是我很想你们。这五年我一直在反省，以后遇到事情，我一定跟大家说。再也不会逃避。我不懂得会问大家，谢谢你们还在。我以为频道没了，我不敢回，我以为大家都走了。谢谢大家还在，我确实不善于管理，但是这样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，我会努力的改变自己，不哭了，对不起，你们说话吧，老是哭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说一下，欢迎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说一下，我觉得刚刚就是花君道歉，其实这个东西，大家怎么说呢？我不能说完全没有责怪，但是我觉得希望以后遇到事情能够找大家一起分担，不要自己一个人扛着。然后作为考核。刚刚考核组，我和五七，其实，在你出现的这一刻，这五年坚守真的很难，但是这一刻觉得都值了。谢谢。不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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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稳住一下心。老师最棒，老师最棒。其实考核功劳很大，没有考核的话，应该坚持不到现在。我忘记开了，老师，不好意思，实在快变身去说话。啊，
啦，反正我对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嘛，不要鼓励。今天很高兴啊，今天不是马上过年吗？对，那就欢迎回家嘛。欢迎回家，欢迎欢迎欢迎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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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啥都不说了，欢迎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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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年新的开始。欢迎回家，我在下面。卡主力在这里，来卡主力欢迎一下，欢迎回家。太乱了，哎呦我去。不行，我来个无实物表演吧。那你发个视频再去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始啊。这个时候要有人视频就好了，我的天哪。以后我相信咱们小满能够越来越好。喝点的。喝点，现在隔空喝。这个点咱们视频一起喝一杯吧。对啊，开视频大家一起喝一杯。妈呀，我已经准备好了两箱酒了。我开着呢。你们准备好了，两箱酒我都放在那儿了啊。华军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来来来，我们你刚刚说上唐宁先学的嘞。等，华军，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？你出现，快出现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绝对是正经问题，不是那种为难你的问题。什么？华军啊，开麦啊。就是你是怎么忍住不用社交软件的呀 ？QQ 你没用。微信你没有，微博你没有，什么你都没有，你是怎么忍得住的？换新的就可以了。你是换新的了吗？没有换，我只有一个微信换了新的。哦，你就微信换了个新的是吧？我其他 B 站什么的我都卸载了。你是怎么忍的？那你最近几年的娱乐活动是什么？我想问一下。我毕竟听水吗？我毕竟我连古风歌都不敢听。我一听到就会难受的睡不着。那你说你不去回答我，你可以听我的。最近几年的娱乐活动是什么？真想知道。你怎么打发时间？慢慢说吧，慢慢说。我们一个人说吧。我的天哪，肯定很多人都想，很多人都想问，一个人问吧。那么有奖问答嘞，大家想问华军的，现在我这报个名啊，交个费。那夏雨，你能问吗？我在哪条啊？微信还是支付宝啊？我出五块。我你笑得跟哭一样。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你最近几年娱乐活动是怎么过来的？是平时在家看电视？非得问怎么看电视？你干嘛非得问这个呢？先问一点重要的好吗？那确实没有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觉得花金回来了，咱们。你问这么严肃干什么？对啊，就是轻松一点，开心点，好吧？这是个好日子，天哪！我这前两年我还经常给他发微信，他发消息，他刚刚说17年之后进来的歌手要打招呼嘞。对，17年进来的歌手同卡，你这样啊？你没有见过？你出头不出头，先给我弄上去啊！进满汉以后还没有见过花军的，都做个自我介绍好吗？我先，然后我是之前的，我先，阿麦旭，那我们这些老家伙说，阿麦旭来吧，阿麦旭来吧，不是，大家先闭下麦，阿麦旭来吧，我们闭麦，我们这老货应该花军应该还记得吧，不需要再介绍了吧，花军，这对吧？这不得我先吗？肯定记得，我又不是不用了，我们就不用介绍，反正下次这个咱们见面喝一杯吧，这个必须把他灌醉，我把你灌醉。咱们从麦序要重卡了，从麦序从麦序来，按着麦序来，顺位，你稍微来。